看来对不对枪吧，给他个机会是吧？封烟。这个时候丢个火，哎，然后就丢个伞。呵呵。没有关系，是丝毫不慌，兄弟。十发子弹能弄死他的，就是不知道投掷物多不多，先往后走两步。哎呀，还有雷！靠！他把动作太慢了。啊，吹牛逼！这个圈这么近吧，走这个山，这山脉这一块基本上是藏不住人的，堡垒这一块基本上藏不住人。一般来说，没人会选择在那里。那边呢，很多地方能抽。没必要收那么久，我收那么久不是为了那啥，不是真正的为了收东西，是为了节省体力，知道吧？那一直打架累得很。